其实怎么说呢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当中，我们总是会碰到一些我们特别想念、特别觉得值得去追忆的人事物。那这些东西，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，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，也容易感动的人。对，谢谢你啊！我希望。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我希望就是我的歌声能够被大家听见，我也希望你们的心声能够被你们所爱的人听见。可以的话，带来这首《对嘴》。歌，也是我自己觉得很特别，觉得很惊奇的一部分，这样子。对，在
在我的这个音乐的历程当中呢，我遇过很多人，可是能够像桌比上给我一些比较，不管是音乐上或者是他自己个人上，因为你们知道我这个人也很难交朋友，所以能被我称得上是朋友，我真的是觉得他做人真的是，我没有要取悦任何人，我真的是觉得说，不管在下的各位你们喜不喜欢周笔畅这个人，我都认为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棒非常棒，没有距离，很亲和，对音乐很有想法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支持我的同时也能够支持周笔畅，然后我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为华语新的乐团开创新的局面，因为我相信周笔畅做得到，我也相信我做得到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这都是我的梦想。